停好机车，投下硬币按钮，机器开始运转。对准机车主体18道水枪组成的么字形强力水柱来回移动冲洗，加上泡沫水蜡，3分钟就搞定。而且从小五十到重机，通通都能洗。完成洗车步骤呢，只要把机车呢从这个机器牵出来，牵到一旁的这个打蜡区，投下硬币，打蜡就能自己来。打蜡机高速运转，10分钟内车子从脏污瞬间变干净。业者从国外引进的自助洗机车机一推出就受到好评。就只要投钱就好了啦，蛮方便的。很讨厌鞋子湿啊，这个就牵进去，然后再牵出来，就这样就好了。我们单纯是用水道，那滚筒的话，大家都知道用久了是会伤车，那我们这是完全不伤车的设计，这样。这3个月来，每个月都是 double 在成长。但就花价值数十万元的重机，用机器洗会损坏车身，强调专人服务的手工洗重机趁势崛起，不只能清洗底盘泥沙，更内部的零件，像是弹簧、避震器，还有缝隙，加上药水辅助清洁溜溜，2种洗车方式。比一比，自助洗虽然清洗速度快，铜板价，但洗起来有死角。相较手工，虽然较耗时，一次动辄破千元，相比却能洗得更彻底。我们会去判断，尤其是冲到塑胶壳的部分的时候，我们的口径不能把它调到很密。这样子会冲伤人家的漆，或是它的塑件的部分。手工洗机车与电动洗机车各有优缺点，强攻国内庞大机车市场，业者看准商机，用特色抢客。记者吴坤武、邓丽台报道。